大家好，今天这个是在工地拆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哈，很多人都很好奇工价到底是怎么上架的哈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零架在上面整理好了以后呢，用这种堆叠的方式，很专业的堆叠方式，再利用吊车把它吊下来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种方式哈，很多人我们都没看过哈。拼架堆叠的方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。好，来开始来。哦，你看老师傅这样，垃圾清完了哦，这样，你看非常厉害，你看一次就定位了，你看，哇，今天意外难得的镜头，介绍给大家看一下，谢谢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us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工地呢，这边阴架都已经拆下来了。哦，对，那外观的雏形都看到了，不错吧？哦，然后上次这是我们做的那个闽石子。哦 ，OK。拆掉后，阴架是不是就是漂漂亮亮的，外墙就看得到了？好，那上那个是不是我们上次做闽石子的？